也是罪的象征。那么这边你所看到的就是城堡的入门口，入门口上面有两个巨型的雕像，是建造于公元前七世纪。那么它被称为是战斗的巨人，也是当时统治者的权势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啊，好，那么大家接着到广场上面，我给大家介绍完广场上面的建筑物之后，给大家留下一些照相的时间，来，好，请大家过来。哎，跟我招手啊！在录影，录影，录影，你能不能在招什么手？